女孩啊，小女孩。大家好，我叫张怡欣。你叫张怡欣是吧？今天呢是腊月十五了啊，然后天气又开始变冷了，今天开始又变冷起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呢还在加班，我们还在加班，已经连续加班好久了啊。我们技师都说理发都没时间去，但是呢，怎么说呢？说一个个都说要提前回家，但是却一个个都还留在这里加班，真的挺感谢他们的啊。然后今天呢想跟大家互动一下啊，互动一下，就是我店里面现在车子特别的多啊，然后呢这么多车子里面呢，我想问一下大家最喜欢哪一台啊。然后现在呢带大家来看一下都有哪些车子。先来看第一台啊，这台呢是迷你的 CoopS， 迷你的 CoopS， 这台适合女生，适合女生啊。然后这边还有一台是玛莎拉蒂的莱万特，玛莎拉蒂的莱万特改完色的。还有这台是下午刚刚到的，之前预约的，是一台丰田的阿尔法。Hello， 你好。你不冷啊？你不冷啊？不冷呀。不冷啊？对呀。来，我们继续看，这个是我们对面的一个小女孩啊，小女孩。大家好，我叫张怡欣。你叫张怡欣是吧？好的。住在那个是你的那个在对面是吧？你在对面。那你店、哦。好的。我跟大家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对面的小女孩很可爱啊。然后接下来下一台是蔚来新出的那个 EC6 啊，然后贴了哑光的隐形车衣。然后还有这边工位上在贴的是，这台是宝马的730啊，730，宝马730，还有一台是我个人全场最喜欢的一台 X4M， X4M 的雷霆版啊，还有这边这台呢是奔驰的 GLE， 改成 AMG， 其实它是320老款的改掉了啊，然后还有一台是奥迪的 A5 啊，这台呢贴车衣刚刚贴完啊。然后这边还有最后一台是摩托车啊，印第安。然后呢，这么多车里面，你最喜欢哪一台？请把你们的选择打在公屏上啊。好了，互动完了啊，然后呢，开始讲正事啊。今天呢，有个客户呢，在我的朋友圈看到我发的这台，宝马的 X4M 雷霆版啊，然后呢，他就让我拍一些照片，外观和内饰的照片给到他，然后晚上呢。空下来我拍给他，他说他老婆呢就在纠结到底选 X4M 还是选奔驰的 GLC43 啊，这两款呢在做选择啊。过了一会儿呢，他回消息过来，他说他老婆把我发的照片看完了啊，最终还是选择了奔驰，这可是雷霆版啊，这想都不用想，肯定是选 X4M 嘛，对不对？毕竟价格都摆在这里。所以呢，我都不知道，就这两台车来说的话，女生到底是从哪个角度喜欢奔驰的？换成你们会怎么选呢？